听台湾应援曲跳到第四天，终于跟上节奏了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环岛拼字造势最后一天，首场从新竹市出发。唱土地的歌，拼咱的希望。高举绿色板子拼出台之后，赶场到桃园排出弯，下午回到北北基完成台湾 Win 的美。帮环岛拼字造势画下完美句点。赵少康先生公开说，赖清德当选就是他的老大。我要跟大家说，赖清德当总统，人民才是老大，人民才是老板。大酸赵少康日前口误说赖清德当选就是他的老大老板，不过来到新竹市更是柯文哲家乡。前一天柯文哲也来新竹大造势，赖清德火力全开，猛批柯文哲农地争议。刚才看到伊十五年前开始的乌掉农地，灰田废土，啊，而且佫铺点啊个操作土地定位，其实。伊是要插农地，啊来谋取暴利，佮伊变更地目，大发利市，哇，佮较离谱。被发现了后，伊讲伊完全唔知影有这笔700平土地。左酸蓝右打白，赖清德选战炮火猛烈，来到桃园跟新竹民调弱势选区，赖清德也端政策牛肉争取支持。我会加速桃园市铁路地下化工程，让桃园越来越好。交通越来越方便，透过环岛拼字要帮民进党全台大造势暖场，做最后选战冲刺。台湾新闻黄云凡、游仁博、A 三小组桃园新竹采访报道。